我真服气这群游泳的人，这个水流这么急，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到，这个水流确实真的是非常急。他们竟然可以在这种激流中游泳，勇敢的人，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嘛。看看，真的有人在水中游泳啊！我这个泳性真是太好了。还有那边，那边那两个人应该是穿着救生衣之类的，而这位呢，是没有任何的护具的，可以说泳性非常好呀。这种急流，我下去的话，估计就凶多吉少了。总之吧。还是要注意安全，不要拿生命去冒险。如果3分钟，主要觉得就这样走完那个位置，但是要全程走完的话，2个多小时。注意一下那个啦，我们在上面看到太阳，现在一放在这拍一下，那轮船上开到那儿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对到那个，或者他桥头，在那儿坐，停到等。我顶顶我旁边这不人往这边看。屏幕中间这个白点就是大佛佛手。